作美，我与您孔子保亲，乘此阴卷，岂不美哉呀？不不不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对对，过来吧。不，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，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，这是何道理？来，成全了吗？哎，长子，你过去吧。哎，不能走！哎呀，听，休要鲁莽啊！是，贵客不要惊慌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？哎，对对，不可，来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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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师傅，哦，师傅，师傅在那儿。师傅，师傅，悟空，师傅在这儿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上哪儿了？你师傅，师傅，没事吧？你上哪儿了？啊！我瞧瞧。伯爵，不能喝，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。你们好大的胆，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！悟空，啊，不要动手。嗯，他们虽然成了气候，但是却不曾伤我。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。嘿嘿，不想师父如此痴情。你这猴子！好，好，好，我去教训他们几句，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！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，这就是你们的榜样。哎，别！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么好的怪都让你打坏了，哎，我肚子还饿呢，真是太……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走吧。走，八戒，走吧。走。啊，好，走。走，快点。咦，悟空，前面是什么去处？师父，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，快走啊！师父，师父，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杀气，不能入内。杀气？什么杀气？大师兄，师父，走吧。小雷音寺，悟空，啊，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。这是雷音寺，师父。八戒，师父，什么事啊？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。师兄，快上来啊！哎，师兄！哎，师兄，快一点啊！
唐僧，你自东土拜见我佛，怎么还这等怠慢啊？弟子拜见佛祖。孙悟空，见佛祖为何不拜？小的们，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。